状态是这个状态，后腿不要掉，后腿要往后冲。看不懂，来，好收，收后脚，收后脚，走。人正，走，不要往前，不是这个，对，收后脚，走。是这个走，不是推，要不要？你来推我肩，你不要推，放住我啊！好，我在走的时候啊，这个拿什么？不是用后脚，不是这个力走，是，比方我要往前走，我后脚拿起来。你松，你跟到，我是这个力量走，看不懂？你看我起来，这个力量走，看不懂？这个力量走，看不懂？啊？你们再看，好，一种走是这样。这样走，一种走是这样走，这是平衡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一种走是这样走，大部分我们都是用这样走，还一种像Rotten你在走，你是后腿推过来，你是这样子，上大步啊，上大步，对，你是上大步走。我要你们做的是什么？是。这个起来了以后，你把这条你的中心线这条往前面移动，往前面移动。如果不落下去，你就摔倒了。要有那个感觉啊！我这腿起来，这个往前移动，你看我的身体到这边的时候自然紧，身体到自然收住了。这个过来，自然收入，看不懂？你去让你的身体在空中自动把你的身体拉住，那个力量，练那个力量，再试试看。